三立最新偶像剧《三明治女孩》的逆袭，主要演员现身三明治店当店员送餐给粉丝，粉丝嘴巴眼睛双翅，开心爽翻天，真的是为眼先轰动啦！哇，我的粉丝牛肉，我的牛肉，谢谢。你要我手上吧，要紫红的，你们在紫红的啊？看完这个三明治店完工啊，感觉怎么样？花很多钱，几亿吧？我们几亿吧？金主在哪里？几亿的那个？金主看不出来是这一位崔师傅。对呀、啊，谢谢。大家觉得他今天的装扮？敢说谎扮？可恶哎，他竟然还戴墨镜。哦，子君就说我看起来像小劳勃道。对啊。哦哦。很多粉丝在脸书跟 IG 说你美到翻，这样合理吗？我觉得是合理的，没有，我觉得，就是笑成这样子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很久没有美了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谢谢三明治店让我就是当老板娘，然后让我可以美一波这样子。如果开店，谁会是最卖的？力扬哥吧。我觉得会赚钱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虽然他就是默默的，然后但他就是很聪明，感觉他是全球企业，对啊，生意头脑一定很好。那如果自己想要开店的话，你们会开心？我要开冰淇淋店。我自己很爱吃火锅，所以我想要开火锅店。服装店就自己也可以穿的，就是其实是做给自己穿的，就是修车厂。自己在家里做木工，自己那边工厂那边去。因为这个调查是三明治女孩的十大烦恼，面临工作中要不要再回去念书的抉择。其实会有这个烦恼，就是会想说要不要回去进修这样。工作太超，日夜颠倒，导致身体困每一个行业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吧。第一名是钱赚的太少，拼命工作还是存不到钱。还是。这个你们五位应该没有这个困扰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没有吧？没困扰的应该。大家看我们的，这不是你的第一名，全包了吧？十项全包。你不是七吗？不是八很烦，八很烦哎，八那个很难，还是你聊天很难？请问你要多嗨？他小是你有遇到第十个吗？之后有可能。未来的事情很难说。但他有一个这烦恼，一个是在工作的时候就坐在他隔壁，另外回到家就可以。对，他可以完美分开。真的可以啊。已经 ready 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把我很多的家当都带下来。我带那个咖啡机，胶囊咖啡机，因为早上就可以不用去买咖啡。对，你要带一些音乐。哦，对，我带我电脑音乐制作的器材。其实看你今天这一身，其实可以直接制裁在台中。不用再，就像你看这一期的，这栋旁边七期的。其实我还蛮习惯的。对，在外面，对，因为我之前就还蛮长，就是等半年都在外面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 OK 啦，而且台中这么亲切的地方，昨天才入住，然后，好，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啦，为什么要心理准备？就要没有要跟洛体开始培养感情，这是我第一次有感情戏，然后又要住在一起，然后我们的那个住的，就因为我们住那个。饭店，然后因为我昨天跟洛体有点要一起去买那个晚餐，哪个你会被搅起？对，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出来那一刻，就从饭店出来那一刻，我就说，这样突然好奇怪，因为如果这样我们被偷拍很怪，这样怎么交代啊？没有人想那么多，没有这么事。谢谢下一题，下一位。代表可能有点。有一点，就是自己心里面担心了，但真的是多担心了。这次的三明治店快闪活动，还有加码带粉丝参观拍摄主场景，中间发生超多有趣的笑料，请随时注意完全娱乐的播出喽。当然，最重要的4月15日周日晚间10点台视首播，一定要打 call 啦！完全娱乐好想夹在力扬和紫红中间，综合报道。完全娱乐。